在我们的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红毯当中，来，我们在正中间，待会也麻烦我们的三位，给我们所有的久等的媒体朋友们，哟，嗨，可以帮我们上，来来来，我们先来照相，先麻烦三位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背板前面，看到了我们2022年度风格大赏，有这么多不同的，来自于各个不同的艺文界当中的厉害的艺人。今天非常的开心，可以带这么亮、这么显眼的珠宝， yeah. 然后非常配我今天的这个 look， yeah， 整个造型，对，团队还有造型师很努力的讨论很久， yeah. 非常喜欢我这个 body suit，欸、对，今天这全身的一整套，对，对不对？展现出自己的好身材之外，这是特别也是为了待会的表演，让大家聚焦你的目光所在，对，就是要找一个可以走红毯但也可以表演的衣服，对对对，想说走一个比较帅气的了。那我也问问看 Jocelyn， 嗨，待会你也是一样哦，要在我们的，对不对？我们今年的风格大赏当中，为我们带来精彩，有现在心情如何？Pretty nervous。Pretty nervous。我们的师姐，对不对？因为像师姐一般，待会也希望在这个准备要登场之前 ，Kim 要多多有什么提点的部分，对不对？让我们他不用，他是完全他是 natural， 他是 natural。那我问问看 Sammy 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跟动向可以让大家知道？好，刚刚发行了我的第二张专辑，然后正在宣传期中。没错。所以未来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听得见、看得到 Sammy 的精彩的音乐作品。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浩晨。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国毅。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杰。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真的吗？对对对，可是我看什么看？快停啊！